由于日本各边领导人坚持参拜供奉有二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使中日关系面临着困难的局面，这是中日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他也表示呢，安倍首相就任首相之后，那么中日双方就克服影响两国关系的政治障碍和促进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健康发展，达成了一致，那么为中日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创造了条件。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依然是通过对话和协商，依然是通过六方会谈。那双方都认为呢，现在所有的努力也都应该有助于六方会谈的恢复，也都认为呢，六方会谈这扇窗啊，依然是打开的。